家要介紹的就是潮人大久保和這個 Soup Studio Crossover。 咦，畫花了應該。是的，誰有畫花的？不是，畫花了不要了，我拿了。畫花不要了，真的。好，那Looney Tunes 都是華納的一個非常經典的角色。咁啊，大家都可以望一望翻個 box art 先啦，因為都係嗰句要睇嘅嗱，認真啊！呢啲畫花咗嘅咧，就唔係盒盒都有嘅，即係唔知點解呢一盒係畫花咗嘅啫。仲有邊個畫花嘅？唔識喎，呢睇個日文咩咩咩大咩寶咁嗰啲，即係唔係松田聖子？不是近藤真咩大狗不知咩嘢，會唔會舊咗少少咧？啲人我係個年代噶嘛，但你都識喎，你識笑喎，你又識喎，要讚一讚喎，阿老細真係有啲面子噶，係勁，真心勁，冇唔係咁易 call 都辦到嘅。佢唔知點樣傾，不過呢個有機會真係揾阿 Adrian 上嚟吹下水咧，即係佢點樣？幾多 artist 上次個劑？呢間店對面間店咧，佢擺住成扎嗰啲名人嗰啲創作咧，嗰個啊。Candy 那隻叫什麼開盒啊 Molly Molly 但是 Mask 他的造型戴頭盔哥跟我說一句想起了好幫幫手又是 Looney Tunes 的哇這個盒子很漂亮算了真是環保一點你們不要盒子了 我收了幾次哇真是暴力出奇蹟講起 Instinct Toy 我少少班門弄斧啦，我唔係好識啫。但 Instinct Toy 係一個日本著名設計師阿大久保先生嘅品牌嚟嘅。係，曾經喺新加坡見過佢。嗰陣你賣到身啊，竟然！因為嗰陣係大一啲，即係好近嘅展覽，咁賣到去咧，阿大久保先生，即係嗰陣我唔知道佢係大久保先生，咁同佢傾偈啦。哇！咁我見佢啲作品咧係好型嘅，嗰個咧好似大風吹嗰啲水啊，嗰個好經典啲，好經典咯，好記得啊，好記得。幾千元借過，好似原價咗嘅。呢只幾錢啊？呢只幾錢咧？有幾錢？效果啊，效果。但我相信係會個價 OK， 我估嘅啫。係。應該喺二千元裏邊嘅啫，我估咋。從佢嘅大細個嗰個設定啊，咁但係如果有咗大久保神嗰個 crossover 設計裏邊咧，就唔知啦。要點樣先去揸嘅？咁本身都好 signature， 你見到一啲溶緊嘅狀態啦，辣燒咗。呢就係 iconic 嘅設計啊，其中一個。嗱，我唔識都識少少㗎。係啦，咁就呢個朗膠係朗膠嚟嘅，但係咧佢有好多關節嘅活動關節，咁就啲可換性都幾高。嗯。而最招牌咧就有佢嘅鑽石眼啦。係啊。分別喺呢個腰間咧，同埋呢個蘿蔔上都有出現嘅。我哋影埋佢。佢連蘿蔔都慢慢融化嗰下先住嘅喎。個 pat pat 有用，腳有用。嗱，嗰陣時曾經上過 Soup Studio 嘅 office 咧，見到個灰板已經流眼淚啦。呢只真係好出色啊！佢又真係食到幾樣嘢嘅，即係一來就係本身Looney Tunes 嗰啲 fans 啦，二嚟就即係一啲或者叫潮玩啦，咁啊變咗亦都會即係好中意呢個 design。兩邊就其實佢應該係打中咗好多年輕收藏家嘅心態，因為其實 Looney Tunes 真係原來佢哋嗰個受眾咧，真係唔係我估到嘅，原來係好後生。你個女係其中一個嗰度。我因為佢哋原來嗰身班小朋友係不停成日睇 YouTube 咧，就睇翻呢啲片啊，追來追去嘅貓追老鼠嗰度。係得意嘅，好得意嘅，僆仔睇係中意嘅，確實。估唔到我細個睇，我女而家仲睇。係。跟住可能個孫又會睇。又係睇。好啦，呢隻嘢就應該搶分頭㗎啦。咁但係到底點樣可以買到呢？有少少資料嘅就係、是、咧。10月4日在香港門市發售的詳情就有這個12點是精品的 M18 名額就有45隻先到先得的、okay. 45隻在精品那是不是現在要排隊不單止精品的還有跟住仲有1點它是排輪住時間的1點輪到 KK Pass 去了幾個地方 KK Pass 就有30隻的不用在浪方的跟住輪到兩點鐘，兩點鐘 ，Toy Station 啦，Toy Station 啦，而家就係10隻，
我街王泰斯，街王泰斯就係啦，即係地羅嗰間。變咗咧，一日入邊咧，你可以搶到幾隻喺度㗎？成八隻㗎喎，冇多45、30、85隻，85隻，咁仲冇啦。啊、跟住呢10月5日呢就12點在 Substeel 的官網就可以買了30隻、哦、先到先買的都是多了100隻多一點、啊、即其實根本這隻東西是限了多少隻115如果沒有計錯還有的這麼少跟住10月5日2點的 HellToys 咁就有25隻官網門市有5隻都是先到先買的這個在台灣哦30隻145隻仲有呢、這個燕星胎嘅線上商城都會有得買嘅，即係去翻阿大狗波博仁先生嘅自己嘅專門店就有嘅，有幾隻？呢個冇講啦，可能仲神秘。哇！係啦，即係數埋百幾隻。係啊，105隻以內。即係兩日就玩完喎。係咯，哇！呢啲又係會搶崩喎。不過不嬲係佢嗰啲作品都係咁。犀利。咁啊，中意嘅朋友有計啦，佢哋有部署啦。嗯。係啊，因為。如果不是玩這個量是怎樣的盒子先拿多盒子先好麻煩這個其實就不是玩花的那就喜歡的朋友呢就報住了10月4日開始在香港詳情上翻官網的 Facebook 看啦為什麼他要分段即係用呢種拍唔到波就拍唔到波啦，係啊。不過希望呢啲學到嘅就唔好 double 咯，即係留翻啲即係中意大狗寶嘅朋友或者中意嗰啲公司朋友，即係俾個機會佢啦。大家有得玩啊，最開心嘅。好，啦，好啦，咁就講咁多先啦。轉頭見，轉頭再見。哇，做到精彩啦，產品。點解畫花咗咧？